怎么会当着妈妈的面跳海轻生呢？这是新竹县一名女子，她因为心情不好，昨天到海边呢，就当着妈妈的面跳海轻生。她的妈妈又是个音哑人士，赶到现场，因为没有办法呼救，就在岸边急得直跳脚。幸好有一名见义勇为钓客及时跳入海中，将轻生的女子给救上岸，紧急送医急救。一句话都说不出口，但从她的动作看得出，这位妈妈非常的焦急。她是位音哑人士，一早起床发现女儿留了一张遗书，赶快冲去海边找人。带你去医院，好不好？带你去医院。消防人员一支笔跟她沟通，因为她的女儿已经跳海寻短。当时这位妈妈在岸边看到女儿想求救，却喊不出声，急得不得了。所幸附近有钓客，马上跳下海救援。已经有民众将该员先拉起来，那本大队人员立即下去协助救援，应该送医急救。所幸送医之后，女子逐渐清醒，但这样的跳海自杀举动也让音哑妈妈非常心痛。